来上一节呢，就你已经讲过了，方言嘅练习，对呢个初学者呢系好重要嘅。我喺呢度咧就先略略再重温一下，初学者喺练习方言嘅时候呢，要留意嘅嘢就系、是。均勻，唔好有煞車聲嚇。至於呢個揸弓啊、持弓啊、運弓啊嗰啲咧，上節我都講過啦。呢個弓同埋琴杆咧。一定要90度，個弓嘅個弓咧一定要直線，推拉弓嘅力度要均勻。另外一方面咧，就係呢個音階上把位 D 調。音階嘅練習，呢個咧係上一節嘅呢、這個。咁我呢度咧就唔多講，今次第二節我會同大家講一講呢個換弦嘅練習。換弦嘅練習即係話由呢個內弦換到外弦，係由外弦換入嚟內弦。要換弦，要做到呢、這個唔好有痕跡，大家要熟練練習多啲啦，即係話喺換弦嘅時候咧，要係零距離嘅，唔可以有參差，即係嗰個有呢個誤差。在这个换弦的练习，我会示范这个14的练习曲和这个21的练习曲，希望大家留意啦。换弦练习的练习14。14，我哋喺兩個音一拍嘅時候咧，我哋可以利用呢個左半弓嚟練習都得。
歌個歌名叫做《一分錢的一個練習曲》。同樣呢個練習曲咧係有啲係兩個音一拍嘅。咁我哋咧就喺處理嘅時候咧，一拍嗰啲咧可以拉翻長高，而係半兩個音半一拍嗰啲咧可以用呢、這個。左半弓或者右半弓都得啊。今次落嚟咧係上把位嘅練習，練習22同埋35嘅。跟住落嚟咧，就會有呢個第四指嘅練習嘅，呢度我就唔講啦。呢首曲咧，我拉多次。
前半拍有指由後半拍開始的部分咁所以咧喺呢個嗦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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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嗦哆嗦花嗦花啦哩哧哩哧嗦，要留意呢個部分啦。接下來就是這個練功的練習，即是D調順八